人口多，总是世间呐种种的欲望，总是呢愈来愈提高啦。迄种贪心甲欲会真大，所以自古以来，拢是真侪战争。人口虽然无侪，但是自古以来，这种城甲城佛陀的故乡啊，以城为主，所以呢，城甲城的中间互相争夺，互相占有。所以讲，从佛陀的时代啦，就一直一直呢，这种欲念侵占，真正是真大。所以佛陀底下出生，感觉到人间呐，总是这么这丑恶，所以呢，伊看到啦，感觉讲吼，人就是安尼。安尼一直争夺无了时啦，应该爱找一个真体道理。人爱将心教育，将人心教育啦，予大家人会当了解人间是无常。这短短的几十年啦，何必安尼争夺呢？要把道理分明啦，让大家人知影人生苦多啦，生老病死。迄个时代，佛陀迄个时代，人口的寿命较短，所以吼、几十年谈何容易啊？所以他就是。说无常，生老病死，这种人间的道理，还要为解说人间呐、所有一切的相、事相、行住坏空，这叫做事相、行住坏空。世间呐、就是啊，搁较长诶，时日总是呢，都是安尼慢慢滴滴坏掉。起码我伫咧看，逐天伫咧看国际诶新闻，看一寡学者呢伫咧分析人间，分析呢人间。的思想，一看到讲啊，几亿年以前，地球安怎成？是啊，几亿年以前，几亿年、几十亿，这吼、时间拢有一个时甲数量，不管有偌济，都是有时数。不过佛陀呢，向人讲的是永恒人生啦，的真体道理，那就是永恒啦。甲什么款的程度永恒呢？就是要超越、超越咱人间凡夫的俗人俗甲体相。咱若会当体悟啦，心无执着，意无贪乱，来去自如啦。那为人间的教育，因为众生共业，所以呢，人口愈多啦，贪欲愈生愈广。所以需要呢，爱有贤人德者来人间体悟道理，
了解事物的形象，所以他们来人间呐，就是要来教育咱。所以要教育咱，也都要有因缘咯。无因无缘呐，实在是接触不到。看看天下啦，灾难偏多，贫穷苦难人实在无少啊。自己的卡子有打入去，自己呢爱有入去的国家，看有偌多呢？各位，甲师父有缘，啊，师父呢，家己真庆幸，我这世人从少年呐、啊、就已经开始入佛门咯。对，看清了老病死啦，人间的思想感触真深啦，但是又奈何呢？所以自我变得爱积极，唔是干那底下消极讲无奈啊无奈，爱积极要安怎样啦？会当更更加贴切了解佛陀的觉悟是安怎觉悟呢？佛陀的心愿是什么款的心愿？为佛教，为众生，对啦。佛陀是为一代受因缘出现人间，所以伊修行，修行啦，体会了这人人本具的个性，所以伊体会到比咱啦较大声伫两千外年前，他体会人间生命是有生老病死的无常，除了人的体啦、身体生老病死，还搁在体会着人间的冥想。一点两千多年前，就是甲即马咱现在看到同款啦，贫穷，所以感觉起来，尼泊尔还是真需要咱。那呢，佛陀的故乡，咱爱将咱的佛法带回去佛陀的故乡。真正的佛法是菩萨道，所以呢，咱一直大家人共同的心愿，咱人入去啊啦，迄一群人拢是新加坡、马来西亚，因安尼一群志同道合啊，代替师父啦，去到迄个所在，所以因底下举行医疗义诊，因底下去学校推动人文呐、啊，这企业家也开始呢，跟慈济人一起投入，一个所在一个所在去，所以看到安尼生态，真正是真欢喜。规个村组织人呐、啊，去带动，所以天下的啦，无迄个做未到的代志，只要咱有心，只要咱用时间，只要咱投入，所以呢，咱会当翻转人生。所以咱讲，希望咱处者会当入
佛陀的故乡，去翻转呢这生活的方式。两千多年前啊，的生活，在现在应该呢爱走入文明的社会，起码是国际化，嘛请期待佛陀的故乡，孩子呢受高等教育，期待这些囡仔将来嘛爱入国际去啦，这叫法度翻转。